麻烦你来帮我们做个实验啊！这里有一个通电的控制器，会控制那个女孩子啊，你就按照我的指令，我请你按哪一颗按钮，你就帮我按哪一颗。右手是吧？哦，还真的会通电呢。阿基玛，我左脚。啊，这跟那点两步的似的。啊，现在两颗一起。哇啊，它短路啊啦！啊，当机箱进来。果然，你的控制器烧坏了。 这下糟了，这关不起来呢。哎呦喂，这边闹了，你要包装啊！哎呀，关没掉了，我这动不了电了，我来救你了。 是眼镜会放电，电到你，杀到我，电死人不偿命电力公司，在这里进行维修，请你帮忙不要让人靠近这边哈，谢谢。嘿，先生啊，这里有电危险，不能靠近哦。哈哈，怪怪的，这么不油电呢，吓死人喽。我看你还是赶快走你的回头路吧，老婆，不然的话你就要走黄泉路喽。 又来一个看不见的老太婆啊！阿伯，你们是约好来这个公园玩具的哦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你们到底是碰巧的还是约好的？现在的处境跟你们一样危险了啦！哦，这真的是天堂有路，你看不到地狱有电，你闯进来哦！ 欢迎你来试玩我们这一款最新型的体感游戏啊！这是一款模拟实境拳击游戏，只要你戴上了主机啊，你就可以操纵游戏中的角色哦。啊，你要挥拳啊，你只要挥拳出去啊，里面的角色就会跟着动啊。啊，你明白不？好，你可以开始打了。呵呵，假装的受害者来了。哦，你把我击倒了。我怎么会打到人呢？ 哎呦，阿江哈西达，你还好吧？哎，啊，怎么会变成真人 PK 了？等一下，小姐，你打到人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哇，你的拳真有力哦！啊啊啊！ 哎，帅哥先生啊，麻烦你帮我一下哈、哦，帮我用遥控器把那个车库打开啊！啊，我遥控东西进去，麻烦你哦。喂，啊，你在干嘛呢？那不是我家呢，啊，你残的呢，看你怎么赔，哎呦！喂，哎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？怎么停不下来啊？啊，停停停停停停！完蛋了！
아니 지 닭가 빨기 와. 아 원이야. 아니 저거 너무 배야. 저거 리얼 인간 또 해봐. 에이 에이 이거 남가야. 模型，如果我们改完遥控轮椅，会有什么下场呢？一起来瞧瞧呗。麻烦你了，谢谢，请你再帮我移过来一点。哦，先生，你的遥控器坏掉的了。我靠靠，它行动的，该怎么办才好啊？啊，你小心后面的残疾呀。哦，好。啊，我的 F1 赛车失控了，就丢人了。哦模型做好啊，那个遥控器不是我弄坏的，长板也不是我摔的哦。啊，帮帮忙啊，怎么停不下来啊？啊，真糟糕！如果我的行动能力有那么强，该有多好啊！哦，应该是太长了吧？哎呀，我的肥滋滋啊！到底是胖子弄坏了，还是摔坏了板子，还是真的摔坏板子吓坏了胖子啊？还是有哦，你这一次出太多人命了啦！哎，你别走啊，你别走去动了呀！你整到的盘子要叫谁赔啊？请你帮我看一下摊位，我去上个厕所，马上就回来了。啊，那个阿朱阿公很好看，那部电影是《钢铁门》第三集还是《钢门铁》第八集啊？啊，打电话来问他一下比较快了。先生，那不是电话哎。啊，大公用电话不是在家啦，你不唔着去啊啦。来来来，你要打公共电话，我可以带你去啊。这里才是电话，你慢慢打吧，我要回去顾店喽。哇，有电话哎，帮他接一下好了。奇怪，不是这次在响哎，难不成这个莲蓬头真的是电话啊？真没想到莲蓬头也可以当电话来的、哦。喂，张老魏，哎呦，我果然被骗了。拿个莲蓬头讲电话，真像个二愣子。给我洗澡啊！啊，真是的，才来打个电话了。哎，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真是意外之财呢。哎，怎么会掉钱出来了呢？喂。怎么会这个样子？这个是不是坏掉了？哎，先生，先生，我看了我吧，先生。来，我跟你讲一个啊，听讲你破坏公务对无？无你卡电话就卡电话，摕一支榔头是要创啥物事？啊？你是不是摕去甲整到从我落钱来？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根据《民法》第3282条规定，打电话呢，如果携带榔头入内呢，要判3年6个月。这些钱将作为呈堂证供，我要带回去。你不要以为我会污起来呢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个堂堂正正、优优秀秀的警察，我绝对不会这样做。不过我告诉你，等一下你如果需要，我可以喝你一点。那这个给你、啊、你不说我不说没有人会知道了。
好的朋友啊，借我手机跟他联络一下 ，OK？ Thank you。喂，大蓝宝，我们不是约好了一点要一起去买 bra 酱吗？现在都三点了，你怎么还没来啊？啊，你妈早上去市场已经帮你买了3件100的给你穿了，那一起去买内裤也可以啊。什么？不要讲3件100还送6件内裤哦。哦，哇塞，比我妈买的萝卜还便宜耶，会不会太夸张了？我还知道更便宜的，干脆我带你去买好了啦，手机还我。哎，那你觉得好不好穿啦？啊，不要用我的电话聊你们的 bra 好不好啦？真的啦，我的电话我老婆会监听啦，不要再讲那个跟胸部有关的话题，当不当啊？哎呦，我的孕妇卡上面有几块钱了啦，拿来啦！你买内衣趁手便宜，打电话也要占我便宜啊，这简直就是土匪的行为嘛！我的，我被美国商店几百人都觉得太下面啦，放弃啦！没事干呐，打个电话给红包场的阿朱吓哈拉一下，胡扯一下也好啊。哈哈，胡扯我们最会了，来扯。太扯了，开的电话都还没有打通哎。打行动电话很方便啊，不过月底快要没有钱了，还是打公共电话比较省钱的。哎，我说这是什么社会啊？穷人连使用公共设施的权利都被剥夺了，给我，我跟你拼了。这通电话是我最后可以挽回工作的机会了，机会从我手中溜走了。头家，你听我讲啊，头家。怎么耶？我们的帮派又被公安局盯上了吧？哎，我在跟时间拔河，电话去的跟我拔河。俗话说得好，怕等秋谷等豆用啊！啊，不过我希望等一下不会连脚都被打断哦。好，等人开始。哎，麻烦帮我把这个拐杖吼吐底下我的胳肢窝那边啊，不要偷偷搞到尿地呢哈！哎呦，这下子我的手骨、脚骨、鸡嘴骨、肩仔骨、髌骨都弄下等去了啦！天哪，我的手怎么变这样？完了，他的手好像又断一次哎！为什么又断一次啊？他整只都快掉下来了，阿力喜没有看到啊？啊 ！OK， 我看到了，拜托你不要再折他了，要不然连国术馆的接骨师都接不回去了 ，You know？ 所以你们要赶快帮我调回来啊，不然我的手都真的要废去啊啦！哎呦，到底行不行啊？我来帮你比较快啦。像这样用力给扳起你啊，你有看到无？